向华强与老婆出席活动，向太把裙子穿成这样也是醉了，不写抢镜了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向华强和太太陈兰出席某活动，两人甜蜜现身，很有老夫老妻的感觉。不过这次向太陈兰的礼服好似不太方便，电梯口险些踩到。向华强一直的装束都是非常低调，这板鞋很是抢镜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向华强和陈兰出席活动，向华强一身黑色的礼服显得很精神，但他脚下的鞋亮了。有人调侃道，莫非向总把所有的经济都上缴光了，出席活动毯都只能穿一双平底帆布胶鞋。如今58岁的陈兰也是发福得太严重了，网友不禁要问，曾经的陈兰去哪里了？那个窈窕女神转眼间都老了，变成风腴大妈了。